大家好，我是 Rex 王正俊人，来自马来西亚槟城，今年36岁，我是一位服装销售员。参加中年好声音，其实是我很想来到香港，因为呢之前跟一位 TVB 的演员做过约定，他就说他很希望我可以参加这个比赛，他说可以来到香港呢，他就带我去玩，那我就很期待啦，那就咁好彩入到位啦。咁其实我自己嘅强项係我识唱男仔声啦，我都识唱女仔声嘅。咁其实我係马来西亚 Astro 新秀大赛2013年嘅亚军，同埋之前係参加过呢、這个华人星光大道，台湾嘅华人星光大道嘅第七强。其实呢，我妈妈好想嚟，不过我阻止咗佢，因为我觉得在初階段咧冇嚟先啦，因為如果冇入咧好淤噶嘛。其實咧我本身嘅歌單係非常非常之多嘅，咁我就希望可以咧唱到最後啦。信心係有嘅，不過係好驚上到台上邊嗰陣時咧係緊張咯。不過盡力啦，做到最好啦。如果緊張的話，一般上我會自己是深呼吸啦，然後做少少嘅彎腰的動作咯。其實我是最喜歡我哋中一的師姐啦，李佳老師同埋羅啟豪嘅，我覺得佢哋兩位咧唱功都是非常非常之好嘅。中年好聲音三支決戰新馬，星期日晚8:30翡翠台。中年好聲音三決戰新馬。追梦去到香港了，不见不散。中年好声音三，新加坡同埋马来西亚嘅参赛者旗鼓相当，一定唔好错过呢场大战。中年好声音三之决战新马，星期日晚8:30翡翠台。